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Miki 老师。今天呢，我决定要来抽奖了，抽这一本安东医生的动物诊所。因为昨天非常感谢大家让 Miki 老师说故事订阅到428以上哦，所以 Miki 老师就决定要送绘本给大家了。那今天呢，我就从小老鼠飞上天的留言里面，大概有50几个留言吧，所以我就把所有的名字都写在这里面咯。 Miki 老师真的很用心，我每一个名字真的都亲自写，我给你们稍微证明一下，我真的亲自写，写了每一张的名字哦，然后再亲自折，你看我真的都有认真写名字哦。好，然后我现在把所有的50几张都放进来，我认真的拉一拉哦，拉拉拉拉拉，拉仔细一点。好，我要准备抽喽！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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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哪一个人是幸运儿呢？我们赶快来看。哇，这个人是谁呀 ？J.S. Chen，J.S. Chen。恭喜你得到 Miki 老师的绘本咯，那我会跟你联络，然后再寄到你家。恭喜你得到 Miki 老师的绘本了。那下一次的绘本抽奖的时间跟哪一个绘本的留言，就请大家再敬请期待好了，我会公告在 Facebook 跟 IG。 谢谢大家，拜拜。